喂，妈，李公子，你叫我的名。妈讲对的，你有听着？妈叫我的名。妈，我好久无听着你叫我的名。少辉，这个囡仔真正是捌代志啊！安尼就无枉费。这段时间啊，我伫咧姜家安尼结婚结婚啊。是讲尾啊，你甲少辉是安怎分开？因为啊，我早就甲陈燕交代好势，叫伊准备好好，随时啊准备出动去求婚啊。家仔，我走了，算准准，叫你坐下底等。啊，若无我佮意哦，就直接去找阎罗王啊。阎罗王。你这死者，你咪坐我佮死个，去阎罗殿对无？行啊，拢是我唔好啦。我若是有听你的话，莫这么冲动，你就袂对我做坏事啊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囝威啊，我对不起这句阿姨啊，对不起。你别掠，掠我一个人就好啊，我是也是好人啦。伊应该要上天堂诶！伊是我带罪，爹啊，我家己去就好啊！你较认真个啦，你无死啦，你阁活较好好诶！那有可能啦，迄只鬼摔落海咧，那有可能无死啦，嘛毋是咧跋戏啊！啊！你听无？哎呀，足痛的呢！啊，不是讲人死啊，就无病无痛，哪会这么痛啦？原来拢是骗人的。就甲你讲，你无死啊，还佫唔肯相信呢？怎样？陈燕，你真正是陈燕？孙先生，我跟你讲话嘞。混蛋的哦，才有算准准啊！恁大兄一定叫陈东俊甲蝴蝶不计出来，所以早咯叫我藏到酒店等啊。星啊，那无事嘞，那真正都无事嘞。啊，不过啊，你妈妈辛辛苦苦替你捡落来钱，拢我蝴蝶自己偷给的呀。伊阁想要甲咱两个害好死，然后送我去继承你的遗产，你怕是要哪处理？蝴蝶，蝴蝶神官既然这么凶，干呢呀？你拢无想过，你若真正死去啊，伊安怎苦待你妈妈？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保护妈妈。干有影？你敢没看到蝴蝶听伊生咧两句，你就规个软去？又搁牵咧哭哭惊，我袂啦。我虽然不是介巧，啊，不过伊的态度我拢看清楚啊。伊根本就无爱我，我袂搁予伊牵咧哭哭惊。对啦，兄弟，那呢啊，你就是真正大汉捌代志。只有你一边疼你心啊，你才有法度代天代物，看清楚局势，你才有法度真正保护你上个心爱的亲人。我知，为了要保护妈妈，我会坚强，我会学做一个真正的大人。想要甲伊公开哦，心肝这么凶，为着要甲吴杰集团规划拢膨胀，连家己亲小弟拢敢下毒手。这个公开用，
你竟然用遐尼啊粗残的手段对付人，啊！唔敢在天公背后保庇，啊！恁才会平安无代志。我是想甲你讲哦，以后你若是无甲我讲一声，就家己走去冒险，甚至甲你的命赔落，我绝对会去找阎罗王拼命。就算讲用抢的，我嘛要甲你抢转来，好啊，甲你算账。无的啦，仙姑阿姨，这摆好家在有幸啊，我才会当我会看到妈妈。那无啊，我真正要去阎王殿报道啊！阿星啊，这么巧，牛头马面，你还袂着啦，万无一法啦。谢阿妈，即摆姜开阳应该安囥的呢，甲我真亲啊。接下来就是伊爱受到报应。无唔对，人讲上好的防守就是攻击啊。即摆江道成还佫有姜开阳啊，因的计划话也较正面面啊。咱就要利用因即马为着利益啊，未到公共说完全无封闭的时阵，咱就做一遍，甲因好起。今日开董事会，上重要的是决定总裁这个位置是毋是我继续来换啦。今仔日开这个会，就是要甲你赶落台，要甲你代理总裁职位哦退休。有把握再来讲啦，我再看有啥物材料会当甲撤销。江道成讲伊完牌，安排今日个局面，加加是5-5无结果。到底伊安排是啥？或者是凊彩讲讲的，根本都无想要甲我斗相共。今仔日大家哦，投票表决。是毋是要撤销姜开阳代理总裁的职位？阿彩，麻烦你计票。我一票撤销。我一票保留。我嘛投保留一票。我嘛投保留一票。我已经答应等我就任。加分一寡股份给因，因应该是会走票才对。啊，保留，我嘛保留。姜海勇，你莫叫是讲今日无结论，你就会当继续唱唱。你怎啊甲伊同款，中风失去语言的能力？连这算数都算不出来，上白板顶悬清清楚楚5-4，啥物都无结论。这等于讲，恁罢免失败，我继续代理总裁。邓姐，阮家阁有先梅姐一票，伊嘛是退销，麻烦你下去。小邓。师弟啊，我投保留一票。原来这就是江道成讲的安排，真正是我料想未到，伊竟然有法度把魏先梅徛在我这边，真正是法力无边，会扭转乾坤呢。师弟，看我的口中，那就要问啦，魏先梅，那你就对啦，你当然要挺你家己的红婿啊。人咧讲，手骨骨力无骨出，敢毋是？那恁即马6-4，大伯恭喜你，继续做总裁啊！哈哈哈！这是最好的啦，咱应该放炮庆祝一下吼。对啦，今日气氛这么好，人嘛拢在，我啦，归去吼，咱来投票选新的总经理。蝴蝶是代表邵怀，伊那是吴奇集团的新妇，而且佫是杨总裁进前上重要的助手，可以坐大位，无论是资格。也是能力，拢是无问题啦。
你不要害情夫，你根本无资格。你敢讲我不要害情夫，我就告你诽谤。好了，蝴蝶，你卖插鼻啦。蝴蝶哈，我咧做总裁，要加安排一挂位置，嘛唔是困难的代志啦。你做总经理了后，你就请陈董事做你副手，以后吼，咱就当好好配合，好好合作。恁这人两败为奸，就是要把吴姬集团归我庞上。你要是安怎？苏唔甘愿，董事会是你讲要开的，这个投票结果跟你想的无同款，你都要去加动手哦？你真正是输不起的，我警告你哦，你上好是安安分分做代志，那无哦，我就调你去做研究助理。搞小道上去，我不准你无了之前。阿叔，给我拨转，把所有拨转都叫来，把这个捕头都挂出去了。想要找拨转？我无死，你串通因要甲阮害死，啊！不过你是白了工啊！少怀，你是黑白公司的啦，你平安，我欢喜都袂活。你是怪小弟的，你若是搞少怀当作是你的小弟，你都袂这么条件，替身运动啊！先卖公家了。龚少怀一过分啊，蝴蝶根本无资格代理，所以我还是少怀。你即马当所有人的面头前讲，江开洋代理总裁这票，你要投保留还是撤销？当然是撤销。阿彩，把票数改掉。啊，你是五比五。我同款也是代理总裁，无特效啊！老董、小董，你敢继续要支持江凯勇？老董、小董，你莫插嘴啦！我手头五百亿资金，真紧就会稀释因的股份，只够吼，我会分较侪股份给你。恁这个人吼，有够天真啦！下阵开会投票，就当修理我。我这么手头五百亿，就算讲恁的票无投我，我嘛是同款。阮阿做吴姬集团上大的股东，死到吼，我当情主，稀释恁的股份啦。嗯，五百亿听起来有影是真迷人啊。阿哥啊。只有你这种唔捌见过世面的人啊，听到这个数字啊，直接就头壳晕。你根本不袂清楚钱到底伫咧倒位啊！哼，你讲做卫生秘书？你个钱啊，专做虚拟货币啊。啊，不过你敢有问清楚，恁朋友和你的户头是真正户头，还是同款是虚拟的户头啊？这虚拟货币账户页面拢是假。一开始，爱提出30亿，那是为了要让你失去警觉。实际上，迄户头早就无钱啊。你莫我白讲哦，那有可能是款代志。吴婷，赶紧查一下，看是安怎一回事。钱安怎啦？户头搁存偌侪钱？那会安尼啦？爸爸，那会安尼？这虚拟货币网站，那无去啦。